一年一度的美丽约会，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16，今年的主题是眼前一亮，燃点美丽魔法。昨日的记者会由新时代传媒集团总裁陈国雄先生主持亮灯，正式启动这个选美城市。三，眼前一亮，燃点美丽魔法，正式启动。记者会是10位的佳丽首次会见传媒朋友，经过大会的训练和精心设计形象，果然在观众面前令人眼前一亮。十位的入围佳丽分别是一号 Panda 黄奕菲 ，Beer， 二号 Irene 郑秀文，哇，果然是魔法啦！三号 Cecilia 潘美琪，四号 Maria 黄思思，诶，去哪里了呢？哇！五号 Maggie 余子卿，数三下就有个花出嚟喎。六号 Vanessa 李云山，七号 Sherry 薛如心，八号 Katrina 石云芝，九号 Phoebe 吉津津，哇！十号 Lily 黄丽丽。总决赛日期是12月8日星期四晚，在温哥华会议中心隆重举行。各位观众可以看到十位华姐化身成为不同的迷人美态、青春甜姐儿、时尚丽人和拥有超模魅力的佳丽。除了美女之外，当晚还请来香港星级司仪 Finchie 黄燕姿来主持温哥华这个大 show， 更有演技主持方面都魅力爆灯的麦包麦长青来支持十位佳丽。想知道哪位艳丽群芳，记住收看12月8日的总决赛了。